陆大人，我要见欧家二公子欧彦行，有什么话我只对他一人说。 公子有什么话就在门口说吧。沈姨娘，欧公子，简师傅不太好吗？师傅受了很重的外伤，虽然侯爷托人送了伤药进来，但这个地方阴暗潮湿，实在不宜养伤。他一直昏迷未醒。 都是我连累了他，不，这都是我父亲做的孽。欧公子，许家现在如何了？许家的情况应该也不是很好。我父亲连同乔家和诸位大臣，上书弹劾永平侯。依公子所看，这个案子还有转机吗？ 事已至此，你若还拿我当朋友，就尽管告诉我。就算是死，也让我死得明明白白啊！我与那大理寺卿有些交情，大理寺卿为官清正，他告知我，此案证据确凿，若无有力证据证明你无辜，下次三思会审，就能定案。 而那刑部尚书是主审，他一直坚信永平侯与此案有关。若仙灵阁和我被定罪，将会如何？虽然仙灵阁的主事是简师父，可一切证据都指向你。若你被定罪，你是主犯，难逃一死，也必然会牵连许家。 永平侯即便功勋显赫，也难逃言官的口诛笔伐。十一娘，我有关于你。欧公子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当然。 沈娘，你是值得我信任的朋友，只要能帮到你的，我定会全力以赴。陈阁老。 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徐夫人坚持如此。